有一卖伊互恁援助 AD 的疫苗出现了急性过敏性感冒病房，进来转。中部苗栗北彰化市为先来开始这用水五天停两天，有真实民众赶紧去买下桶来接水。HM 五公来负责用新疆桂花玫瑰，因的品牌在中国好地址。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三位五国公司暗时新闻，我是孔纳文。先开始来看疫情相关的消息。看来今天又个新增加三位，这新冠肺炎境外例外确诊的个案。阿爹住古丁基地疫苗这方面，洪声讲阿当病院一名40多岁护理师，住五分钟了后，有这心跳加紧，加出急诊呐的急性过敏反应，第上加护病房观察了后，今天一早已经出院了。后来 AD 新冠疫苗开始自高打进入第四天，现在传出有医护做了后出现急性过敏反应，是40多岁阿当病院护理师二十早起做 AD 疫苗五分钟了后发生心脏疲劳产气增加急性过敏反应，但是血压一直维持在170无休克。当时在30分钟的观察期间，现场同仁给伊类固醇加抗组织胺处理，各医院内同仁注疫苗紧急事件处理流程，各规格收治到，加护病房观察一天了后，已经伫早起出院。这个案其实它是因为有这个过去有食物跟药物的过敏史哦，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打了疫苗之后，也立刻在观察30分钟有做立刻的一个给药的措施。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大约有5000支出现一个其他严重不良事件，也毋过共配合疫苗，无其他人出现过样，这一摆是真少突然发生的事件。目前全台已经有5169位医师人员做 A 级疫苗，有8人通报非严重不良事件，1人是其他严重不良事件。做疫苗通报身体状况的人，29.4%有发烧情形，体内可能已经有一些现存的抗体，会认识这个抗原。然后很快就驱动一个免疫反应，因为免疫反应如果急性的免疫反应是可以很快驱动的。从国外的个案分析知道说，如果以前打过疫苗，有比较严重过敏的，别的或是有别的严重过敏史的，就比较容易。可是这是唯一目前找得到的。医师表示，疫苗做了后，三型的反应是跟体质有关系。一寡民众的体质确实在做完疫苗会有较强的反应。根据国外观察数据发现，做五天疫苗引起过敏性休克的几率大约是10%。亚洲国家最近才开始做，敢是亚洲人较会发生过敏情形，有缘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飞行看潘迎春失联已经超过黄金72点钟，暗国军方也阁继续在找找，海军陆战队的蛙人有哪去这片头搭都去找，暗国水上都看无，海巡今仔是去来敲山，暗国也未找着人，军方讲即马嘛考虑要请运动会协助因找出失事的原因。海军陆战队两车蛙人因为天气歹，风硬大，规早起拢无法度出动。如果下晡总算会当出发，三只树林艇载14个人，要去当地渔民建议的片头搭迄块里岸水底找人。水下很浑浊，因为这个底下的状况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他们已经先去侦测过了，然后潜水员也上来了。这边的渔民都认为啊，只要有海难或海事事件的时候，大家都会在这个区域啊是最容易发现啊。指挥官表示，片头搭因为地形的关系。无同方向的海流会伫咧遮相夹，因过若海顶发生事故，大部分会当伫遮找到物件，才会选伫即个所在。不过因为天气无好，头一个蛙人在水底，因为能见度伤歹，任务提早结束。不过搜救行动并无因为超过72点钟就终点，目前持续有人用吊桨伫咧监控。也若山区有海巡人员去到找人，另外无人机甲水底超找的工课，只要天气稳定，就会持续出动。这两只战机事故的原因，国防部长邱国正伫咧立法院质询的时阵，讲这个事件百分之有可能是烧弄，不过阁需要其他较有力的证据来验证，嘛无排除会邀请运安会协助。我们的检查小组都从各方包含外面，不管是飞安或从有专业人员看这个编组，就知道我们不可能也不会军中自己把它给包在一个里面啊，来讲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国防部强调讲，调查小组有包括外靠专业的人员，大家共同来合作。一旦搜救进入第四天，下晡有传出屏东哪像找到飞官，还有台东南电发现机片，不过军方是拢否认。记者综合报道。
今晚全台湾大欠水，伫屏东所大货车弄破阻来水管漏水，船仔自先过来乡镇停水，啊有伫个高雄的澄清湖，今麦欠水率不够好些，不少在地学校甲公部门已经赶紧来展开节水行动。真强的水墙一直向顶灌装，远远看敢那小型瀑布，原来是水管破一空，弄破水管的都是卡伫边啊这台大货车。连接车跟知道后。发生交通事故，那个撞断自来水管，目前脱掉已经完成。二十五早起十点外，这台车伫屏东台十七线英雄路口烧下，变落水沟啊。虽然讲完成脱掉，暗过自来水管也是一直漏水。自来水公司表示，枋寮、嘉东这五个乡镇实施停水，枋山甲西雅乡减压供水，估计影响三万户。水滴无够的时阵，水管搁破，真正是无米兼顿过。湖底大甲鼻气，四界拢看到沙波。伫高雄的澄清湖，因为枯花无解毒，阁持续支援民生用水，抽水率干那剩四成八。面对枯花的危机，各地开始节约用水。我会先去把那个水关掉，然后再跟他讲，因为这样就不会浪费水。水桶这刷水，嘛爱七塔门揉涂卡，啊，搁爱用这水压花。高雄中校国小学生囡仔一水都用，国家上校内底省水马桶的设备，比同期减少25%的用水。台南政府部门也启动省水政策，收水这样子收集进来以后，再经过排出管到我们设定的排出口去做浇灌的工作。收集冷气、饮水机排放的水回收再利用，厕所部分的洗手台也暂时无用。一个月下来已经省167度的水，也唔过伫水前也未得到疏解进程，用水限制恐惊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这个苗栗公地实施这强水五天停两天的这名单内底，按个苗栗县长徐耀昌表示，苗栗有三座主要水库提供予台中新竹做民生用水，所以将做专台湾上早来实施分区强水的地区有淡薄不公平。啊，经济部长吴美花是赶紧来说明，唔忙大家做伙来节水渡过难关。虽然前两天全台湾拢有落雨，不过这届雨对国内水库帮助是无大，无法度解决即马缺水的现象。经济部宣布苗栗、台中、甲彰化北部等等的地区，为四月初六开始分区供水五天，停水两天。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表示，会实施分区供水，主要是看各地供水甲需求的情形来判定。你如果不轮流，那单纯用减供的话，那可能到管末端那个减15%会出不来。是因为用这样的技术性来做安排。这届洪在做头一波要实施分区供水的其中一个所在苗栗，有三个水库，平常时啊拢支援新竹甲台中的用水。不过，为水利署上新的监测会当发现，讲苗栗永和山水库的脱水率是9.32%，苗栗水库是10.4%，鲤鱼潭水库11.91%，三个水库的脱水率拢无甲两成。王美花强调讲，这届缺旱是56年来真特殊的情形，希望大家会当做伙省水来克服这个难关。三个水库加起来，大概一天有70万吨供给外县市。苗栗县第一啊，甚至为用水地区啊，这对苗栗县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当这些企业有很好的盈余的时候，是不是麻烦水利署哈，可以适度调整工业用水回馈一部分给我们苗栗县的乡亲，让苗栗县感觉。水库虽然都在苗栗，那我们有获得尊重。现在水情真正热，苗栗县长徐耀昌认为讲，全台湾第一个旱水的是上北极的台南市，甲头份市有淡薄仔无公平。接下来，伊会积极找水源。目前通宵地下水的工程进度已经做到一半，可能四月底会当营运，到时一天会当供应10万吨的水。另外有36个对抗抗旱的水井，一天会当提供1800吨的水。其他还阁有水资源中心、后人的地下水等等。买拍拼开发予18个乡镇来使用，不过要是提醒民众在准则用水，有省水的习惯。记者综合报道。美好新竹科学园区的供水会当稳定，平镇的净水厂即马是开放抽奖，会当申请北水南运。在中部有那6间建商，将工地挖开的地下室回收水，免费来提供予科技大厂使用。台积电现在嘛派水车去内底的一个工地去提水了。水车一头早就开往台湾自来水公司平镇净水厂，将水车补满水，所以就要直送新竹科学园区，全台水情正热。
避免新竹科学园区供水大红灯，来水开放抢先申请支援北水南送。工作人员表示，今麦的工作四抓是常态。有诶讲每一工走四抓啦，哦，也有走两抓诶啦。因为伊这今麦要袂正式24小时哦，你来，伊今麦是哦你8点到5点。针对台中水情在红灯，中部建商释出善意，目前有6间建商将工地开放地下室回收水，免费予科技大厂使用。其中台积电动作上紧，最近已经到各工地评估水质，敢会当作为控科化使用。如果先派水车到其中一处工地提水，希望可以在符合标准的最大限度内，透过有效利用水资源，减少水库用水，以舒缓部分水情吃紧的现象。中央电讯电开控科化大作战，有立委指出，台北所得较悬，也毋过水价比其他县市俗，要求经济部检讨，提出北水带水的价格评估，建议合理费率。引起台北市长郭文提不满，提数据反驳。郭文提强调，民生用水是民生必需品，无起价用上低价销一般家庭，逐个月用水伫20度以下维持1度5块，无调整大约占20%。相对逐个月超过1000度的大用水户，为1度7块6起到20块，起歪3倍。那个用水大户，你就要发展那个节水的措施嘛，给他一点压力。所以我们用差别汇率。所以事实上，事实的真相是，台北市的水费没有比那个台水的便宜。建议台水跟也可以比照台北市用一样的制度啊。立委提议应该将台水、北水的水价调整为全国单一水价，同款5种级别，让多数人合理减少民怨。高温调反击，建议台水比较北市用同款的制度，唔通去讲来讲去。记者综合报道。在屏东舞台下，游客讲因为有温泉、有七彩的山饼，有那真多新的旅游景点，暗过遐有重量管制。暗过即马刷风声讲，那亲像有超收游客，有真侪游客准时到遐刷单无只老车，有那引起反弹。真悬的彩色山饼，全家看到底下起啊水。屏东舞台乡大武部落的下游客，因为有分霸鸡汤，一家七彩石饼，即个温泉美景，真受游客喜意。即马就是传出当地好亲像超收游客车辆无够，地速就接驳大延误。连便当都没有发给你们，还车子又延误了4个小时，还也没有工作人员来这边安抚你们。啊，这么过分！带团的业者真生气，将23游客等接驳车的影片放起哩面车顶关，因为公所今年将游艇收费提高到1900块，按个观光品质无较好，点都较歹，安尼会怕判关注民的名声。像公所那边呢，开放400个，结合200个就600个，一天能用的就是40台到50台嘛，而每一台只能载7个嘛，算来算去，一天最多也是300个，进去出来一定都要2个小时以上啊，所以就会抵累。第二批甚至第三批嘛。舞台乡长回信来讲，这两天啊，落雨山区溪水涨悬，地势就接驳出状况，已经公告渐慢入山，也改做收费调悬，是因为保育改水一个部落回馈费用，是不是有超收游客？乡长回应是公所甲部落报名系统无同，再去已经甲部落沟通。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7天以前。你一定要在所有的报名一定是7天以前来报名完毕，那会出现一个状况，什么状况？结果没，你不是在这个期，可能是要出发前2天3天，突然进来了。屏东教育处表示，会协助公所提升下游客旅游的品质。公所甲部落原来一定伫28进前，针对人数管控、车辆接驳，才会讨论解决方案，希望提供游客一旦有更加好的旅游品质。记者综合报道。马面看到咱台湾甲波罗旅游泡泡，这是疫情发生了后，咱台湾头一届来启动海外旅游的头一个啊，旅客一定爱先伫个机场进行采检，确定是阴性的才会使啊。拍算讲伫起飞进前的5点外钟都先到机场。汤机场冷清清，即马逐天入出境旅客大约3000左右。台湾碧流旅游专案修法团将伫4月初一出发，这是疫情发生了后台湾头一摆启动的海外旅游，受到民众过多关注甲期待。是不用隔离会比较方便，是的。对对对，那是期不期待说我们这个旅游泡泡的开放边境会更加方便？非常期待，希望能够开放边境，让我们旅游更方便。不错啊，隔离当然是对大家都不方便嘛。那我想劳民伤财，那当然疫情，那我觉得也是要考量啦。那缩短时间，我觉得是未来趋势啦。
离航站三楼出境大厅北平通道车站报道柜台附近采检站等的时间，旅游专案旅客出境目前是团体集合了后采检，检体会统一送到玻璃屯分病院检测，取得核酸检验阴性报告了后，就当办理登机报道。按照一般旅客出境作业，有计起飞进前五点半钟就要到机场。进行团体的集结之后，会到这个部分进行裁剪作业。裁剪完毕之后呢，旅客必须要大概等3.5个小时取得的 PCR 的阴性报告证明之后办理报到作业。旅游泡泡在有航班的那一天，大概出境会有220个人，入境大概也是220个人，所以在整体的比重来讲，渴望可以增加大约8%-10%。台湾甲北流的旅游专案是国门解封大景点，未来哪会当继续增加更加侪点，也会当带动桃园机场旅运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中营海运超大型的货柜船，这董事和讲，即卖也阁调伫苏伊士运河遐，运到组成运河大塞船。啊，中营海运的这董事长是来回应交通部，表示讲，董事轮是这租船的，啊，任何操作方面的信号啊，是虾米代志，一切拢是船主爱负担。船身400公尺长，排水量有22.4万吨。中央的大型货船中树号，疑似受到42级透风的影响，几只船偏离航道，转伫苏伊士运河靠达，严重冲击到全球货船的运量。目前至少有100多只船的航行受到影响，包括上北的42只船、罗南的64只船。在受到影响的货船要持续增加当中，有外国媒体估算，若是靠达调船2天，平均1点钟贸易的损失是会到4亿美金，超过114亿台票。Anytime you see these kind of crazy market disruptions, it's usually a benefit to the owners of the ships, right? Both for tankers, container ships, anything that's stuck, but also for the commodity that's being moved. 中苏河管底航线是由中国深圳盐田港出发，有经过台北、马来西亚，原本按算3月31日在荷兰鹿特丹港停歇，不过煞在埃及时间3月23日早起8点，为红海北向。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时阵，伫个河口南边6海里的所在靠达。不过，中央海运董事长张恩基已经有甲交通部讲，中苏号是租的船，一切损失是由船公司来负责。根据了解，中苏号是日本经营汽船公司的，因保险的业者恐惊会面临到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爱因赔偿的代志，也佮有其他的船公司因为运河的交通塌掉咧，影响到因的营运佮收入，可能嘛要求赔偿。长龙租这条船论时，他就是你就是帮我送港，等于外包，那你就帮我把这个货运到哪里去？船员是你的，船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如果有问题，都是日本船东的问题，租的成本当然就比较高啊。目前中苏号是由荷兰的专业输送公司抢救当中，这只船到达要卡在运河内底，目前的作业是持续进行。专家指出，协助脱困上好的时机，恐惊就要等到礼拜或者是后礼拜一、礼拜或者是二九年老的时阵，才有机会通好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美容公司的董事长陈清浩，和人指控讲涉嫌侵占水果的销售费款10亿，也个亲像有共偷走税2亿外。台北地检署今日去敲，有那约谈陈清浩顶8人告案来说明。陈清浩另外一间大公司大洋交股这集团的本来主管，有那小撮号调查局的人员叫去问过。啊，陈清浩和人指控讲，在处理这农产品交易的过程开假发票，也阁要求搬箱，甲一部分的汇款直接汇入去伊私人的账户，有超过10亿，即马唔知影去对，搁较牵涉到偷走税2亿外。第二方面消息来看到，即马啊，台东的地方讲正欠这满地的工人，啊，即马满地工人诶，平均年岁拢是65岁啊，所以地农是将唔忙，政府爱重视做地产业欠工问题。西部欠水情形严重，也毋过东部欠水缓和，春地发甲特别好。到处红乌龙的台东县鹿野乡高台地区，这个满地班10多个工人，两只手真紧熟练的满春地。班长讲，大家拢是20-30年以上的老手啊，对因来讲无困难，也毋过人力无够，而且工人平均年纪有65岁，地农即马搁找咧满地会较辛苦。现在财产年纪越来越大了啦，
啊，年轻的又不过来。我们的茶青采不起来的话，以后也会放弃掉，因为太老了，也是没有办法做茶，所以就造成我们农民的短收。罗亚地区田园有120多公顷，满地工人，目前估计大约只剩200人，三四年前也过大约500人。农民讲，第三业是非常整体化的农业，自前端的栽培管理到后端的烘焙，真侪流程拢需要人工。不过，即马老化欠工的情形严重。地界长戴东分流表示，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积极吸引少年人返乡培训，佮提供以机械取代人力解决这第三业欠工的问题。我们会给予做一些那个栽培上或制造上甚至末端的这些那个茶精致的烘焙这一部分那个来加强他们的教育训练。小建兴讲，机械取代人力本地制茶，并未影响茶米的品质，也不过农民认为制茶也是需要有经验的人力，希望政府会当推出更加好的人力支援措施，帮助农民。记者综合报道。缅甸反政府、反军政府军变的这民众开始改变因的战术，有哪在这各大城市展开搜索罢市的抗议。为第一大城进攻到南部的土瓦被照常店铁门摇起来，也不过因为军政府封锁消息，所以罢市的返回个效果安怎，真歹评估。主笔在那边，来干啥去？来为民众打气。到底同时间，土瓦街路拢是夜情的士兵，军方故意放上头要求民众交出家己的武器，照办的下当无追究，军方也阁呛声，那讲有情的民众无配合，和军警杂血枪械，就等咧防判当刑。另外，军政府临时释放600多名，伫过去这段时间参与抗议防治的民众，包括六月底也防拘留的美联社驻缅甸特派员谭少。怎么样，阿龙？外面就在比较多嘞，接触电台的比较多，接触面电台就比较多嘞。这么讲来都，这种我如果改变就接触不了，那就新年的业务，那个嘞面都没有办的，就是倒霉吧。自从缅甸军方发动政变，靠阿民选领袖翁山书记等人以来，连日的活动往往演变暴力冲突，连同这600多人，前后方失控的民众达到大约1000人，也不过游玩，方管的也阁有哇2000人，多了2900多人在抗议中被抓，在冲突中和军警拍死的人数也哇300人，有的民众本来无意参加抗争，结果和军方乱枪扫射死亡，住在外层的这名7岁查囡仔都是其中之一。都挨没去，挨嘛，东啊老老要大家干都要碰的，十几年了，大家把我背下来，哎呀，我干就在，哎，家还都也在送上来了。根据路透社最新消息，在二十的罢市抗议了后，公共场地又开始准备更加多的车路示威。接下来，敢会有更加多的浪费事件？国际社会又会采取什么款的行动？有待观察。公司新闻，请加进编译。来看到天气，在北部地区温度是15度到26度，在中部地区温度是14度到27度。来看到南部地区是酷天，温度是17度到30度。在东部地区温度是17度到25度。华都的朋友金门马祖是13度到24度。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